俏佳人。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。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。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传归因。少林双鞭是少林软兵器的一种，难度较大，软硬兼施。缠可做绳，冲可做枪，劈可做剑，使敌人防不胜防。五花动作优美，可视性强，常常作为一种健身的器械和表演的套路，深受体育爱好者的欢迎。少林双鞭中的常见动作有五花鞭、拐鞭、带鞭、缠鞭、缠头鞭、片马鞭、地躺鞭、
少林双鞭。预备式，两脚并步而立，两臂自然下垂，双手握鞭，鞭身贴于体两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预备式。起势，两脚并步而立，双手握鞭，拳心朝上，抱于腰间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。合山门，两拳从腰间向前合出，拳眼相对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合山门。双冲拳，两拳取肘于胸前，而后向外侧冲出，力达拳面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双冲拳。跪步抡臂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右脚向右跨半步，右臂由右下往左上方抡臂，而后收于腰间，左臂由头顶下压于右膝前上方，拳心向下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跪步抡臂。金鸡独立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右拳从腰间向上冲出，手背挺直，拳心朝左，同时左手放于右胸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金鸡独立。侧空翻，左脚下落上蹬，右脚由后撩360度，体转一周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。
双龙吐珠，两手由腰间向前冲出，而后双鞭由手中向前方吐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双龙吐珠。五花，右边由提左侧，由下后上前方五花，左边双手与体前交叉，手臂微曲，由体右外侧由下后上前方五花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慢动作。上步五花，左脚上前跨步，右脚紧跟上步，而后左脚向前上步，同时双鞭经体外侧前五花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上步五花慢动作。转身撩花，体左转180度，右脚经左脚向前左脚后侧上步，同时右边经体左侧由上后下方向前撩击，左边经体右侧由上后向下方向前撩击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慢动作。上步撩花，脚向前上3步，同时经鞭体向外侧，而后向下方前撩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上步撩花慢动作。左右挂鞭，体左转180度，左臂曲肘挂鞭，鞭由上后下方向前摆出，同时右鞭从右肩向前摆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慢动作。请看慢动作，左右挂鞭。左右拐鞭，体左转180度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右脚经右脚后退后一步，同时两臂曲肘，两肘下拐双鞭，双鞭经体两侧由上后下方向前撩击，目视前方。
旋子体左转360度，经右膝上方，而后从左膝上方抬起，腿向后撩起，而后左腿上蹬后撩，挺胸收腹，同时右边朝左，腿蹬后而过，左边朝头顶而过。请看慢动作旋子。前滚翻，上动不停，双脚下落，双边由右向左方平扫体前，请向前滚出，先以后肩，而后经背腰着地。请看慢动作前滚翻。开始。滚躺边，上动不停，双脚着地，而后身体向左倒地，左手由左经后背向右扫边，右边从头上方由左向右平扫，同时右腿经左腿上方向左至右平扫，左腿不跟出向右平摆，做三次，连做三次。请看慢动作滚躺边。鱼跃龙门，双腿挺直，双腿离地，头微上仰，左手边放于头顶，右边由左往右平扫，右边从右往左贴地向双脚